大学宿舍偷偷内卷的人。哎，贝贝，你在寝室啊？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啊，我回来取个东西。你怎么流了那么多汗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可能天气太热了吧。是啊，现在到了好热。哎，你说我们最近要不要去跑跑步啊？马上就要穿裙子了。可以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你们都这么瘦了，还跑什么步啊？别去了，我可不爱运动。小雪两个瘦肯定不用的，但是我们三个还是可以跑一跑的，不然裙子都穿不上的。你说自己就说自己，拉上我干嘛呀？你可真会说话。姐妹们，好不容易周末了，咱们今天去吃顿好的呀。今天我就不去了吧，最近李队选拔我得少吃点。哎，好不容易周末，去不去吧，大家一起。你们三个去吧。下雪别这么扫兴嘛，大家一起聚一下呀，你不去大家都不去了。那好吧。来，姐妹们，我给你们倒可乐，夏天就要喝可乐嘛。贝贝，你怎么自己没倒啊？我帮你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就喝点水就可以了。好吧。贝贝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个可好吃了，来。哎呦，我胃不太舒服，你这个太油了。夏雪，你吃吧，我看这个就超好吃的。哎，又长秤。夏雪，你现在多少斤了？80多斤吧。别卷了，我可没有啊。夏雪，贝贝，咱们去跑步吧。哎，累死了，不去，躺着多舒服呀。你们也别去了，怪累。你不想夏天瘦点啊？我瘦不下来了，摆烂了。你们吃啥？我去买点夜宵。不用了吧？哎呀，等着我啊，今天晚上吃的开心。大学宿舍有人想加时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我这周末不回去，你再给我打点生活费吧。哎，挂了，快转给我。贝贝，你生活费油花完的，那么一点哪够花呀？我又看见一个包还没买呢。你也花太多了嘛，要是我妈她早都骂我的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就你节俭，你想花还没有呢。你怎么，贝贝，你这周怎么不回家呀？不回去了，我上周刚回去过。真好，我家太远了，我都好久没回家了。我也给我妈打个电话。你也没生活费了，谁像你啊。喂，妈，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你最近也别总出去喝酒了。先回。你打打台球的，声音冷个打我都看不清书。我还有点事没聊完。放心，我把耳机借你。小慧也没见着打电话，让他多聊会儿。哎，算的，我出去就是的。聊完了吗？差不多吧。我妈说我外婆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想回去她还不让。回去一次太麻烦了，等我事先和外婆打个视频吧。嗯。怎么了，小慧？我有点想家。都这么大了，别哭了，再哭眼睛都肿了。周末请假回家看看吧。嗯。对了，把这个达一喜益生菌带给外婆吧。年纪大了，饮食本来就单一，吃点益生菌调理一下吧。这里面有4000亿耐酸活菌，97%直达肠道，4大专利菌株源自中国，很适合国人的肠道环境。老人嘛，肯定更新专为中国设计的产品。谢谢夏雪。别哭了，早点睡吧。学宿舍有人丢东西时，学长，你给我买的包到了，真好看。贝贝，那个钱包好好看哦，啥子牌子的？你也想要啊？算了吧，告诉你牌子你也买不起。我都是问一下，就说那些做啥子？哎，别打听了。哎呀，王鑫，你也有包了？这什么牌子的呀？挺原生态的嘛。你做啥子呀，金贝贝？哎，别紧张嘛，挺好看的。你哪儿买的？我妈租的，啷个了嘛？没事儿。看来像这样的包，你是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了。小慧，你看到我钱包了吗？没有哎，昨天还在呢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别着急，我也帮你一起找找。王姐，你看见贝贝钱包了吗？不没得呀，他的东西好宝贵嘛，还要别人砍到起。你哪来钱包啊？他都是拉来的，当然是买的啊。你买的？我刚丢了你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，你说你是买的？难不成我拿了你的啊？我倒要看看这里面东西到底是不是我的。莫烦，都说那不是你的啊。我的呢？我的东西放哪儿了？金贝贝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呢？都说我因为粉丝对你们做过不好的事情，那我不可能留得住啊。别说话了。金贝贝，你说的太欺负人的。贝贝，咱们上次逛街你把包忘我那儿了。我都说的不是我。那你哪来钱买这个包啊？上回叫我在网上做人物转钱。哦对，是一个短视频和小说配音的任务，而且都是当天结算的。王琦都已经坚持学了一个月了。谁让你给我买个一模一样的。真的很过分。小慧，晚上一起吃饭啊，我请你们吃火锅。好啊，晚上刚好有时间。王琦，一起去啊。
钱包的事儿，不好意思。没带 sir。大学宿舍爱逞强的人，马上就要寝室文化节了，我们要不要搞一下？听说可以加分呢。多麻烦呀，我可懒得弄。销毁，真的可以加分啊？那我们拢一下嘛。可以啊，贝贝，要不我们就一起。算了吧，浪费时间还没什么用，装了到时候也要拆了扔掉。最近这么忙，能搞得过来吗？也是，要不这次就算了。磨嘛，我有时间点，我以前学过画画，我会设计嘛。那也行，包在我身上。王琦，你弄得怎么样了？我们一起弄啊。不用的，我个人就得行。那我给你画这些图吧。哎呀，不用，我个人画。哦，那好吧。王琦，你干嘛呢？拿什么东西啊？你莫管嘛，那些都是设计，这些就是你找的装饰啊。这么丑，怎么可能拿到分啊？啷个了嘛？你们都不动手，还在那哈说，我装成啥子样子都是啥子样子。就你这品味能装成什么样啊？还是我来选吧，你就纯粹浪费时间。哎呀，不用你选，你忙你的嘛，我个人都行的。得了吧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别放床上。我们寝室文化节要拍照评选了，冷个快啊，我还没装饰好。来不及了，我这刚好有四套衣服可以做寝室服。还是下雪的品味好，不像某些人。王琦做装饰也挺辛苦的，咱们赶快换上衣服拍照吧。哇，这个好可爱啊，我们赶快拍照吧。来了来了，三二一，寝室评比排名出来了，我们还好哎，有第五名。要不是下雪准备的衣服弥补了一点，我们肯定没名次。明明是因为我的装饰好看、啊、没关系了，反正我们都有一分加的。等一下小回，为啥子你们要加分哎？装饰都是我弄的，分应该加在我身上，怪不得你都不让别人动手呢，原来你早就打好算盘了。啷个了嘛，我又没说错。大学宿舍一起买东西时真无语，又有人用公用洗衣机洗鞋，烦死了啊！我还想去洗衣服呢。还是别洗了，我都拿回来了。要不我们一起买个洗衣机在宿舍用吧。可以啊，那我先选选。没错，宿舍就我们四个人，还比较卫生。我看好了，这个洗衣机800多，我们四个人每个人200，没问题吧？可以的。王琦你呢？洗衣机冷个鬼，我都没得几件衣服，而且我都习惯手洗的，你们买不？我们还是一起买吧，这样比较划算，而且你也不用手洗了。还是算的嘛，你们三个买吧，我不用。你自己说的，你不买你就别用。那你们也注意哈，我早说完抓的你。王琦，你怎么又在洗衣服啊？吵死了！哪还有你们洗衣机吵嘛？我马上就洗好的。快点，我要洗手间，你等会儿再洗。小回，你们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？哦，对，晚上回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嗯，没得事。贝贝，你洗的衣服要不要我帮你拿出来啊？我没洗啊。啊，是下雪你的吗？不是我的。你们都没洗，那洗衣机怎么有衣服啊？王琦，是不是你用洗衣机了？你不是说不用吗？现在偷偷用是吧？我看你们今天都没用，我都用的一下，我的衣服太多的。我们没用你就用啊，一起买的时候怎么不见你那么积极呢？原来都打算好了是吧？王琦，你自己说好不用的，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一起 A 就可以了呀。我不都用那一次买，又比要不买都买的消息死的，我不用都死的嘛。莫名其妙，有啥子大不了的？